金金姐，听说你贴出了帝王绿啊！听谁说的？外面的传遍了呀！看帝王绿是要验资看货的。哎呀，别卖关子了，快给我看一下！快一点呐！要不要投一股？东西都没有给我看，还让我投股了？看完才投，小的美哈，不写的我承担了啊！你小子真的运气很好，工厂刚刚送回来，现在还烫着呢，你就是第一个看。赶快看一下，急啥的，呼吸一下，呼吸一下，念。 这个塑料袋啊，什么塑料袋啊？那我跟你说，这叫做什么？露丝迷，别看它简单，里面的东西，我跟你说，人家放保险柜，你倒好，拿个塑料袋装的。放这里谁会知道我把它这么好的货放里面？来吧，哇，这个我这个太好了，看可以不能动手啊。这份石头是贴珠子，本来是可以出手镯的，但手镯太多了，这一次啊，我们做了一点不一样的。来喽，扔这的满冰绿，看到没？而且是项链呐，每一个珠子的工还有要求啊，就跟一条手镯是一样的，真正的满冰绿，而且是卡到13米的版号，每一个就像水晶葡萄肉一样，而且绿色代表生命的颜色，就戴上去整个人昏天来的味道，好看吗？那肯定好看啊！哎呦，还有什么？不能
色姐妹们，翡翠界里面啊，紫色的稀有色，蓝紫色。当年有一条手镯啊，贵妃30多个 W， 名字叫蓝莲花。今天啊，有一条项链，它也叫蓝莲花，但是呢，它的珠子密数13.1的厚度哦，砧板才切出了3条，其实是4条，有一条我自己收了。我们说十指九失色，妈呀，它不仅不失色，而且是蓝紫色，真的是仙气、富贵、大气的代表。这三条我都选不出来，我感觉三条都漂亮的不得了。所有女人，18岁、88岁、108岁，哇，我感觉我到200岁，我还是一样的爱紫色，太漂亮了，爱不爱啊？我肯定喜欢，还有吗？没了，姐妹们啦，仙长的石头当然要跟你们分享啦。我跟股东说好了，虽然不能给你们很多，但是这一次啊，我现场做一个决定，我的粉丝们。那这样子还有一点，你看，你说了，我给我这群老 baby， 我的老娘们准备的礼物，我的这嘿，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紫的还是绿的，你们一会儿告诉我喜欢哪一个啊？这个绿的是少一点，但是3寸的手串呀，这个不要给老公啊，一定要给你们自己啊。这个珠子啊，也全都是跟它的同料下来的，还有这个呢，也是一样的同料，不过这个有多一点，这个5条。No， 然后这个手串呢也是13米的。姐妹们呢，你们喜欢紫色还是喜欢绿色？我会拿出一条的紫色，想跟青青戴同款的这个幸运儿，要的宝贝啊，跟我一样，我是青青，点击关注。